查某鬼啊！看遐尔大声要创啥？是猫啊！迄个你惊着啊！有无感觉足奇怪啊？宋南青跟阮哥的感情足好的呢。宋南青若是怕着惊，阮哥绝对从头一个去甲伊安搭。啊，不过是安怎即摆是徐世伟在甲伊秀秀啊？有看到无？是相公，阮子孙无关心单亲啊！奇怪，阿乐蒙子奈无来啊？伊甲许世伟是连体婴呢，阿姨奈无来家，那就奇怪呢。蒙子伊本来有想要过来，啊，不过伊临时身体无爽快，去看医生。啊！刚讲连这嘛要甲你报备，你这个人才奇怪。宋南青，我刚有听唔对，南青的虾当时变个叫你阿姐嘛？哪会啊？我感觉伊的虾最好听的啊！我即马宣布婚礼正式开始。啊，林子深先生，你敢愿意娶宋丹青做某？等一下，爸，你即马讲这是证婚的代书呢，是主婚人呢，讲这较适合。我即马做证婚。好，来，这林子深先生，你敢愿意娶？又该安怎啦？我甲丹青妈做过结婚登记，我有经验，你阁欠两个证人啊！啊，我甲四位毋着两个证人啊，那嫌无够，啊，恁妈刷卡来投三卡啦。安尼讲对，就算讲这结婚是假的，阿姆哥，你放心，好证事无所的人，我拢请来替你做见证啊！来滴啊，把人抓出来！这是，啊，当然是请伊来替你做见证啊！哈哈，你要注意哦，你好将事务所的办事专员叠加，你心通讲闹到去，哈！哈哈，哎，专员啊，请你慢慢管理，哈！哈哈，哎，继续，来，今嘛，请问林子深先生，你敢愿意娶宋丹青做不？还讲我愿意啦？我愿意。哎，那呢，宋丹青小姐，你敢愿意嫁予林子深先生啊？我愿意。真好，真好，来，阿婆，阿婆，来，恭喜啊！啊，既然两位拢同意，咱的面头前有三分的结婚需要，啊，请恁一人签一份，然后第三份签好了，请户政事务所的专员查登伊做公证，啊，来，请签名。宋丹青，我无想要嫁予林子深，好无？我是被人逼的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若是要报仇，你唔通做唔对人哦。蒙兹。
新娘太过紧张啊，你吓歪去啊！四位，搁提一份咱来签的，去。好。恁竟然来破坏我的好代志啊！好代志，你做迄寡哦未记讲的代志，只要是人哦，拢无阿多当作无看到啦。尤其今仔伊是牵涉到我的查某囝单亲，我哪有可能又在单亲，让你这只鬼砍去啊！无唔对，单亲若是变作是恁的媳妇，一世人拢无可能的公民正大做啦。所以今仔日不管安怎，阮拢要甲单亲创造。你的后生杜子深要甲什么人结婚，拢甲阮无得的。单亲，行，带阿姊走。相公，恁通啊娶走单亲的，伊即卖已经签结婚书哟，是阮子孙的人啊。结婚书哟，啊哪安尼结婚证书签啊？啊袂嘛，伊嘛啊袂去户政事务所登记啊，所以因的婚姻关系根本就啊袂成立。伊要哪是子孙的人啊？单亲，阿姊还佮我妈妈拢来啊。你是要做陈淑杰亲婚人同款，一点仔欢迎拢无？奈也袂过二门，就亲像杜光亮同款，遐尔啊无礼貌，连叫人都袂晓。我知影，杜子深，进前你妈妈讲，即马你是单亲的天，伊啥物拢听你的。那恁是毋是你叫伊卖甲阮妈上过接近，伊才连一声妈妈拢唔听？阿金啊，出一个声啊！啊，无别人个亚春讲，我甲你下毒，你先下狗，嗯？嗯。丹青啊，你嘛真正是过好大胆，诸事不宜的鬼月就伫要搞啊！你搁敢穿凤冠霞帔出嫁？人毋是讲鬼门要开正前？那是办婚礼，会让好兄弟感觉蛮空闲。尤其像你安尼穿这种大红色的礼服，会让单身女鬼感觉就万多。所以你的婚礼就算会当顺利办成，嘛是会让人就彩。哎呦，万岁过给另外一个世界的人，也得来甲拍照。我才是新娘，别来催我，不是我把你害死的啦！鬼啊！不是我害你，我跟你无关系，我哪能？公子，小，你是什么人？客伯，是这个爱我哪来做的啦？伊叫我给东西，送单子。哦。你穿中式的礼服，看头靠面，就是想要偷天换日、乌龙蛇。这就叫做后来啊，加捧狗、臭咸鱼、加做沙西米。但是我叫伊卖结婚，伊根本就唔听我的。既然伊遐尼想要嫁你，伊哪有可能将新娘啊让予别人做？你讲，但是伊人呢？你是不是跟丹青安怎？丹青伊，伊安怎？你讲啊！你哪唔讲话？你跟我讲丹青伊平安无代志，敢有遐尼啊困难是？丹青伊是嘛人好好，伊无代志对无？你讲啊！你哪唔讲话？此生我拜托你，你莫折磨阿姨啦！
你紧甲我讲，等这人伫个底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紧讲，你讲啊！钟美华，你莫对阮囝起脚动手。杜光亮，真正这个官唔知死活呢，就算讲你搁粗残，我嘛唔是六代就得势。你是话了不起，恁爸若惊你，我就袂甲你海洋处理掉啊啦！你的意思是海洋失踪跟你有关？你甲海洋安怎？你也真敢死，敢跟我好死？谁叫伊爱管娘阿叔啊？我看海水看看无看过，我就请伊尝水味啊！还过你迄个白目个查某囝宋丹青，竟然想要乌骨拉火条，把我送转去坐家。这两个囡仔，若是较安分守己的，无底脚搁通啊活较久的啦。啊，不过即卖安尼哦，因两个是自找死路啦！你甲解放甲丹青安怎？你敢讲不清楚？你听不清楚？我再讲一摆给你听，林凯宏，我送伊去大海景第一排做海景王的囝婿啊！伊无甲你托梦哦，伊要走进城，我有叫伊爱伊梦内甲你小事的。这囡仔真正唔听话，一直让爸爸安尼这么烦恼。伊呀，真正是背骨囡仔。凯宏，姐啊，你把阮哥抬死啊！阿哥你。伊的宋丹青啊，我带念伊在生的时阵也未嫁人，所以我甲抬山顶，好山神做誓仪啊！无地卡即摆山顶山神甲魔神啊，伫放炮啊，闹热因嘛伫娶新娘啊！我绝对要甲拆家落吧，要甲你碎尸万段！啊我今天对你真是活人之灾！哥呀，你不是啦，你不是啦，你敢单去陪我，我不然你陪命！子孙，敢不敢来跟爸爸斗三江？要海王死台呢？真正是你台死的，你谁会的安尼走？你哪会的安尼走？我今天就问你，你阿妈，你莫伤心啦，伊拢好好啦。